元宝来，这是劲辣口味的哈，给下面哈。对，其实这个我比较喜欢吃辣的，但是我怕咸，我不敢吃咸。但是这种卡拉鸡腿堡，我真的爱吃劲辣口味，因为超香啊。我儿子也很爱吃，我儿子也不敢吃咸。请问明天几点开始卖？吃的，吃脆配脆的，真正都好。明天两点。来，这两买一包，免五百。明天两点开始卖，劲辣鸡腿堡200块了。200块来，真的好。Two o'clock PM。外面卖很贵，好不好？Two o'clock PM。哎，打冷电没？打冷电。下午两点，下午两点。最后三包没有了呢。你动作要搞，买卡拉鸡腿堡的买有啊？你定咧欠卖呢？来200块，最后2包无啊？没有了，来大概要一包，来赶快。下一个给我。来最后一包，好结束。够五？你想要不要稍微开开呢？来。来200块，最后2包无啊？卡拉鸡腿堡，赶快。这次真的没有了，最后2包了。用真用钱去炸锅。好，谢谢。来，当然可以啊，干嘛这样？来，我们加这个叫什么？吃心鱼丸的来，来这包70啊，大姐们，我们几块？买了。我买了，好来，下来。你学会了。这个不便宜哦，这人家100公克就卖60块了，100公克我当然来，差不多，差不多安尼了。来，我要加200块啊！芝心鱼丸，烟熏鲑鱼的重量。外公，我你起价啊！什么叫芝心鱼丸了、啊？就是里面包70的，对，非常好吃，煮汤、煮火锅都可以加。来，这样没酒能包。我你起价吧，芝心鱼丸我换2包了，他说后来变姐姐还要不要再来一份？你搞好没啊？那边，是不是你？不是啊、喔，哎、欸，然后，看你还叫啊？好啦，马进，想试吃的不用200了。真的很好吃，5个客人吃来100块给我，一百块来吃鱼丸。老姜的咯，这头真正要甲走毁了。哎，你讲好吃，我食过菜。我头先头一摆讲好吃，伊唔信啊，第二摆伊较要相信啊。100块你当初要叫伊做歹叫，肯定。来，吃吃鱼丸的来，100块来，100块。喂，你拢还袂开钱哦？还袂啊。你讲要哪位？今日去甲我讲，还要称啊？要称啊？来，100块来，100块吃鱼丸，对不对？来，今日100块，来大家一样哦，5个而已哦。最后两位了，哎，这我卖100块，真正是国不以三交，没有你计价呢。五个人给你呢，三个人呀，搁一个妹子，4个就好了，通通给你们了。赶快，4个客人吃就好了。来鸭肉丸，到八碗。来阿爸碗，那个烤炉啊，200块了，进一包起到800-800咧卖啊，你买200，赶快200给你啦。来阿爸碗200块，安尼较紧啦吼。我跟你讲，鸭肉丸不用喊。你叫我卖俗，你买紧买啊吼。来200块，最后两个人吃阿爸碗。拢准备了鸭肉丸，超好吃的鸭肉丸，我来好，谢谢。来，阿伯吃陈阿姨来，真正好水的。来，五个人加买了，用真的把恁哥哥又明来500块，500块来，大哥看要几份见？来500到陈阿姨500块，要吃的动作快啊！来500块来，陈阿姨买500多一个蛋子啊！啊，春天在单啥物？啊，恁无来？单半跑呀！啊，恁吃啦不是？来500块来。来，500块，你夹装全部夹了，你是讲对一个。来，剩下一杯500块来，500块来。哦，你唔知上夹装全部夹了，啊有啊来，我过一个人。唔得，安尼后端就袂当全部夹的，爱错夹人，安尼作神呢。来，500。一个啊。说真的，这尾鱼真的好吃，可是现在越来越贵，你外面买的话哈，买不到那么便宜。来，500块。尾鱼可是称啊钓，称啊可是尾鱼钓，你无听唔对，来500块，阿哥你看，称啊足贵，阿唔过我袂晓足俗，来想要食钱伊妈紧的哈，来500块给我来。胡椒鸡，来猪猪胡椒鸡。料料好不？好。猪猪胡椒鸡。来料料，好不？好。椒麻。这两三四个人给咩？来500。来500。哎呦。请假料理，你可以跟那个这个真的不可能那么便宜啊！来，500块来，最好塞了。我这个尾鱼我就不用塞了，尾鱼我就不想装备了。你根本没冰了。来，陈爱，好，慢花陈爱，再修改喝两碗茶，你修改蛮高不？来阿伯三名阿伯好啊，好来，来猪肚胡椒鸡哈，阿个毛多干不行。先生，科外鱿鱼好了，来猪肚胡椒鸡，免我办，免洗办啊，来科外鱿鱼。来最后一个200，科外鱿鱼，200块，最后一份，刚准备了哦。来，好，谢谢。来，阿继续要吃椒，猪肚胡椒鸡来，免500、400、300，卡侪人买，谁点的？
真的好吃对不对？我没有骗你对不对？你阿伯买过啊？我想讲伊买过，要等下搁买啊。我逐抓已经卖卖两个月啊，啊恁都卖卖过啊，爱七家，这个是常温包，你不用担心订不下。你等下啦，放面床卡，放椅啊卡，放桌啊卡，六明年六月到期的，都半冬外的，所以你免烦恼这种问题。吼、哦，紧甲食食煮煮的较重点啦吼、哦，这两天哦天气冷，你只包甲卡后开倒咧店里挑滚，我要淋冬粉，还是要淋面线，还是无要淋，安尼淋汤就足过瘾。内底猪肚甲鸡肉配合做好势，来有要吃一包299，卖你300，卖你200了。200块200，哎、欸，一包两包了，买我两包卖200，哎呦，应该咧看好，唔收个。来，后壁三条包好啊，无啦。来，安尼个买爱啥，无买条搞放着。虾啊吼，哦虾啊，蛋啊乖乖，蚵啊吼，蚵啊甲寄过来。安尼买啥？会当点菜啊？三点。诶，先买啊，这唔什么开钱？人家，无啊。来，迄路买半两半啊，买几咩？三个其他无。然后阳光，阿唔过阳光。来，知心鱼丸多上面。来，知心鱼丸，来这里两个的。来，要吃这个日式酱烧鱼片，300块一个人给吃的，一包800块，来300的，来两包的，三包的，四包的，安怎煮？用这个就好，它已经腌好了。它腌日式口味的，多吃这椒麻啊。椒麻呀。再加啦。这椒麻的。来300，来一个人给吃椒麻的日式酱烧鱼片。鱼片。这片就是咸鱼的前身，嘿，来，有要吃的来，300，来200块了，两个人给买，那个椒麻就是稍微有一点辣辣的，非常好吃哦，来200块，我过来这边吃了，好来哦，阿哥有无啦？无虾米啦，紧嘞紧嘞，直接走走的，上山的，真正哦，你爱想客气哦。大瑞你来了、哦，哎、欸，你知道不讲对不对？你到现场了吗？是你去的啦，我看一下，安尼爱怪，两股啦，怪我，我帮你讲，我帮你讲，这包再送你，这包不会辣，这包是日式酱烧金鱼片，安那是椒麻金鱼片，这包够傻你，这包够吃你，我今天休休困了，没别玩，买四送四，来，200块而已，来最后一个客人，来椒麻口味纯鸡尾娘。来200块，真嘞好。这无遐俗的啊，我是真正袂。啊，无啊，无遐咩啊，来200块送袂。过来，这无遐咩，同款俗哦，你400、200。啊，大多遐有送了，啊，却无送，却袂使，佮送袂，我来走路啊。走啊！来，同款200，来5包，来6包，来7包，来7包个，你上面加热就可以吃，爱蒸鬼，爱蒸鬼。来200，那个他还没卖。来，日式酱烧鲫鱼片，鲫鱼片。鲫鱼片，鲫鱼片，来来来，好来了，好好，谢谢，都有了哈。来，鲫鱼片，鲫鱼。啊，你还有一个那个。来，鸡球，来辣鸡球。钓鱼片就摆嘛。刚才谁说要吃辣鸡球？来钓鱼片哦。还在吗？不在了，不在那，拜拜。来，我们讲。钓鱼片哦。是 A 了 A 了，辣味鸡球。都两个。五峰的。1包150，2包300，谁要吃辣味鸡球？这不贵啦，不贵啦。来300块啊！辣味鸡球要买，要买，要买！超好吃的辣味鸡球，来300块！外公，今天去咯，我买起来，到今年敢不敢？今天人客来拢是小卡点较济，快讲！我卖卖你300，买一包得有7只，用这样钱7只锅，一包卖300，一包200块200，来包我150只好了。辣味鸡球，普通的辣味鸡球。你叫鲫鱼片还是尾鱼？头家拍照啊！好，你该打鲫鱼。头家拍照啊！你买一包100块，一包卖没多少钱？两包2块8块，买一包送一包150来。我真正 OK 的啊，你都别安买，来一包100块，2包嘛8块啦，买一送一啦。来一包150，辣味鸡球，这是普通的大牌子的，你放心，搞杯等一整，杯等一几，杯等一七炸锅，一包150，买一送一啊，给他看我啊。来，大哥你看嘛，这个好吃。来三个。这您这边盐酥鸡啊，南卡咸，安尼个感觉。它是要尾鱼哦。来150对了哈，一包150。来，我要2包，买一包再送一包。哦，来，
安尼三百尔，你看，还四百三百块啦，好笑，一包百块，两包百块啦，还两块嘞，再存出来，好，谢谢。OK， 我来进来啊，12月19，不过半个月，你反正来，我进啊，不要笑，不对啊，了了。有尾鱼啦，来，要吃毛肚的尾鱼哦，好，来毛肚，拄啊上尾尾就200块嘞，200块来，一包500公斤，两包。你们拿到后面的话，这里2公斤200，你买不到了。我再送你2包，总共6包。他过来借，好豆来200块来，下边来上人家的外公，赶快给他上好嘞。来5包2包，来7包给我哩。这个打开就能吃了，太棘手了。来200块，我多少空贵啊？今天拢小家庭哦，但是我毛豆球就是200块啦。你来小家庭吃完买3包，来200都。叫人饮钱呢，拿100块留来，100块来，把多杯，啊，你要200啊，啊，200就可以，来3包100块，进来，小家庭的进来，我恁小家庭无人买会着，来100块，打开就能吃了，直接可以吃了，这已经熟了，来100块来，100块来，拢准备了吗？多，有，等下我看能够发100，200有两个买，100一个买，然后安尼小家，安尼大家庭较多，好，安尼大家庭较小家庭平均啊。来挪威金鱼片啦，免500、400、300块，300块挪威的金鱼片，阿哥要尾鱼，阿哥要啥？鲷鱼。哎，两骨吹条咩？鲷鱼两骨。来三条哩，鲷鱼片好，来四条哩，来五条400块，我一条变走，你要吃300块完，300块来。真的哦。挪威的金鱼片来300块来，阿伯六条了吧？对啊。我只能两个吃你好不好？5包，来300块，少钱啦，等钱。挪威金鱼片无人要金钱啊。小弟，我搁送一片哦，你总共九片，来300块，一个片。挪威金鱼片，上面真的，上面行的滴嘞，来300块。工作咩料啊？金鱼片，哎，人造海呐，人造海，带两片过来。鲷鱼，来，阿哥要吃青海鱼，鲷鱼，来，鲷鱼片来，免500、400、300块，300块来，这个就不用介绍了。这几点？就这点，一大点，这点超过100块啊！不用交钱的物件，买300块啦。安怎俗钱买300？买安怎就一点买80？两块。四点300。那是两块。来我第300。来这点我你来300块，总共6点。你先来。那不是啊，那个箱子不是、啊。来300块。他不是，那个是来装箱的，那个没有。一杯走。应该是那个值班的2块。阿伟啊，阿伟我记住好不？你已经买买古话会10份，我个人记得你。会来，因为足少人搞买10份。来，我吃300块来，要一片300块，三毛钱了。来吃4块，来吃5块，来吃6块哦。你来300块，但今天比较大块哦，你看全部都排到短。他们也袂吃，唔要搁叫伊去。要吃来300块，买啊，啥牌买？来就是要买啊。来300块，够人无买着无？要一片来300块，我买到了哦。300块钓一片就是恁这刷刷锅的种鱼啊，足好食，无钱无骨无皮，百分两个油。来尾鱼500块，青海鱼，青海鱼，什么来话？青海鱼啊，两块你加，两块你加。来尾鱼500块，来几个客人要吃的，赶快来500块来2条哩，来3条哩，来7条哩，来500块来。两块，大家都要吃哦。好，哦，玩大只啊，这声呢？来500块来。好 ，OK。来500块来，哦，安尼无啊，都结上，哦，结束。给我一包冰，等一下，大哥。结束，剩下一点熟就对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看，等一下，看，还有一包冰的。那是我的吗？诶，我美金的服务足好的，啊，我这帅哥服务嘛，真好。来，哦，啊，要吃阿根廷鱿鱼，免500啊，来300块。快点，四个客人买得到而已。你好，文松你好，林仔你好，来300块，阿根廷鱿鱼一人一份，来300块。谢谢。经营钱，经营钱，卖去看。来300块，来3只300，你要买袂到4只，来7只够哩。来300块来，这边做钱，这边对三对差对行，拢总会使。来300块来，最后三位了。OK 了。来300块来，7只够哩。来300块。阿哥，你鱿鱼都买到了哈，谢谢你们。来，阿哥讲牛澳良鸡的，阿姑来，两姑来，两姑来，两姑你到位，两姑，龙大海啊，龙大哥，我来，牛澳良鸡的牌200块来，两姑来，两个客人而已，赶快，我存2块，你存2块，存2块，来，最后一个人给牛澳良鸡的牌，来6只，来8只，来9只，来10只，我你好啊，你今咩惨啊，不啊，你个收，好。挂裂吧，有啦，挂裂，你先下下它，挂裂吧。
来两块八斤，啊，走就是无用。哦，啊，若有滴的，我就想讲恁来要吃吼，龙虎板的龙骨的来看好无？我系久哦，一块一块，就是要恁等去煮较方便。啊，袂，伊这是规片的，规片我嘛要找后边啦。啊，但是这你穿起来，这块就到百五人啊，这块就到百五人啊，你控汤。你那边要撑鱼啊吧？我讲你撑骨骨骨的，啊，但撑撑的了，骨啦你搞好解，用遐汤来控嘛。你煮哪会拢不要紧，用遐汤做营养。来，这块穿起来百五人啊，你有要吃开三百片，来两百块啊。龙虎板的龙骨，今年啊，不介济啊，我要卖一二三四个客人而已。来两百块给我来，两百块啊。帅哥，你要几位？两位。哎，这边你等以后爸爸妈妈的哦，这袂歹哦。今天啊，这龙骨吼，咱啊坐会咧，啉这汤做营养的，充满了胶质。哎，你两个要创啥话？哦，你管物件了，要离家出走哦。搬袂转去。搬袂转去，我今仔做三桌搬啊。好啦，谢谢啦哈。明天见，明天见啊。三加好。三加好，三加啦，好好，三加二啦，三加好。你两块三百啊，两百块贵的咩啊？最后一个了。我是真的了，钱卖你们多，赶快买哦！好，贵一屁股哦。贵一尾，再给他卖一下。当天啊，刚听看卖，什么叫贵一屁股？贵一尾啦。来，今日两百块，最后一个哦。讲真的，你哪样称肉的无？你都要真真正正，做好食。安尼不是五百，安尼两百，还剩一个尔，我都让你看到想哦。今天要买一点，要买一点，要抓。僵尸也最赞，我都吃过。一定要送人啊！我阿咧袂，真正要恁吼出面头尾拢食着龙骨汤的啊！好啊，最后一个人给你，拢给你。最后一个了。好啊，无要卖啊，干平完，出出数啊。哎呀，那这有人专干来买的，有人专干来买，有人专干来买的。有人专干到来买龙骨的，你讲这有钱的买得到呀？这个有钱都买不到呢，他两份，买他两份。这个新包啦，吼、哦，来，你包着包，包着包，包着包。哦，来，这好吃哦，包着包，你这个倒出来，你火来，啊你，我冻成一个船，冻成一个船，火来，现在看有，来，最后一个两百，好啊，不要，这堆两百块，你看要干啥买？我跟一个小箱子。我是讲有钱买袂到，因为这块爱十几只龙龙虎斑，它切有这块骨啦，所以你买袂到嘛，买袂到。来两百块来，两百块最后一个客人，啥物人买两份呢？对啊，今天个卖你较卖，嗯，好啦，一百块。来，你放箱子里面。哎，知道的。你三顿拢食骨，食这种。好，知道都是。这啦，这就是龟只骨啦。好，我介绍，别阿叔哥介绍。来，鲑鱼了，鲑鱼尾来。龟尾卖给我八，卖四百来，三百块。你讲这个试货的，就觉得超赞的。就剩在这里哦，大地包水包，来三百块，龟一尾来三百块，来龟一尾，来三百块，咸鱼白带一箱哦，龟鱼卡称哦，来三百块，赶紧一箱先换换了，来三百了，来三百了，拄只买龟一尾，搁你吃无？大，哦，大好大好买哦，你可会走啊？来三百块来，三百块，两秒，来三百了。鲑鱼卡称啊！别别，两个人给你，就钱啊！你看我做啥的？快点到！来三百块汤，别那煮哦，等下你啊退边破冰，尤其是那鲑鱼做大只，你啊退边破冰，打针三毛九的多只，他没有吃的，他只有中间这一只骨头而已。来最后一节，好啦，给三百块嘞，来谢谢。三家，两个拢你的功劳，来头前好，三家小哥搁一盘哇，来，阿姐找主，好来，阿姐要小哥我收我啊，来三家卖卖五百，卖卖四百，来三百块哇，三百块来，我卖较少呀，大哥你卖两碗啦，真要大只，超大只的，来三百块来，你敢那四只三百买袂着啊，来五只，来四只搁请你，来三百块，来这搁送你，来三百块了，我你吃一个大块要几分紧嘞？我袂晓收较紧，一分就好。来三百块来，三家因为做大只，一只出毛五十块啊，这里外口买一只上少七十块。来三百块拢装买了未？三百三家啊，拢装买有啊吼，大只三家啊，拢装买了。来好，谢谢。喂，你拿钱不方便。来大哥来，来你看看，安尼较袂垃圾，安尼你通放手啊？哎，对。他贴一贴，
那多上。这也是查甫人的代志，不是查某。来来，小哥来小。你叫你退掉无？免一千，免八百，来五百块完。作祟啊！这小哥啊，笑话梗啊！什么叫笑话？就是暗时啊，笑话在钓的，叫笑话梗。来五百块，来小哥啊！来五百块，几个客人要吃小卷。来这一排，我卖你们两个就好了。来小哥啊，五百块来。来两个人开背头，来拢我哩呢。来五百块来，两个客人买就好了。来五百块，这小哥啊，真金无少啦，我袂安尼，你买袂着啊？看深度啦，看深度啦哈！来小哥啊，五百块。